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广，我是自由插画工作者。我的作品非常的多元，有桌游、绘本、图文书、报章杂志。然后我有持续出版绘画教学书，有原子笔、色铅笔系列和水彩相关的书。和本课程相关的有水笔轻松画水彩、水彩色铅笔，让读者学习不同的绘画技巧和风格。此外，我有成立插画品牌，将插画作品延伸成周边小物，例如马克杯、杯垫、笔记本、纸胶带等等，将插画作品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其实，在宅学习已成为现在的趋势，可以透过影片学习、观看，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，一步步的学习，是一个很棒的方式。本课程主要媒材是水彩。过多的水分会让画面模糊，失去清晰度；过少的水分会让颜料无法流动和融合。只要掌控好水分，就可以呈现出很好的效果。透过课程的学习，掌控水分的控制，创造出更具有质感的作品。本课程的工具主要是水笔，水笔本身可以装水，携带方便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画画。认识水笔的使用方式之后，我们可以透过三原色来自制色相环，认识冷中暖色调。我还可以教你自制色标，来了解明度和彩度。本课程会教大家的绘画技法有平涂、重叠、渲染、渐层。进一步在每一个课程中教大家配置构图，一步步的完成插画作品。本课程会带着你画美味的早餐、夏日的野餐、窗边的植物、海洋的水晶球、缤纷的花圈。只要你是喜欢画画、享受画画，欢迎订阅我的课程。我是阿广，跟着我在欧米亚一起感受手绘插画的魅力吧。